哎，下午好。呀，好一些了。大概直播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出去吃饭了。下午好。会好好吃饭的，还没想好吃什么。耳朵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还没想好呢。你们都是下班了吗？还是还没下班呢？还是还在上学？放学了。刚刚下班，看来我这个时间还卡的算不错。谢谢送的月吧。好安静哦。我大概直播到6点左右吧。谢谢送的圆棒玫瑰，还没吃呢，我一会儿打算出去吃饭。生日公演的时间没定呢，最近还就是各种有特殊公演什么的。送的月吧，谢谢这个什么东西，春秋快乐。我明年办2场，
也行啊。为什么我越长越累？因为我的时间是，因为我的时间停止。好羡慕放国庆哦，就是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觉得每年最有意义的时刻，一个是五一，一个是十一，就可以放假。放十一放五一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久远的事情了，至少五年以上。我是假的九零后，确实。五一三天，三天假你们不知足啊？七号公园上吧，七号公园是上学通的生日，应该上吧，上。三天不长，那你要几天？你告诉我。国庆十天是因为串休，对不对？还纠结我像十二还是像十四？因为都说小了，我已经22岁了。我也觉得，就是每次放假，我就放假之前就很想放假，然后结果放了假之后，我就觉得哎呀，赶紧这假赶紧结束吧，不想放假。还有15岁的呀，你好，你好小，好羡慕啊！我好想回到15岁的时候，13岁，做人好难。那你应该是经历蛮多的，还做人好难哎。原来你们都这么小啊，喜欢我的人都这么小。可能我的心态比较年轻，让你们觉得很放松。可不是嘛，我觉得我如果说最近遇到小孩，他们管我叫阿姨，其实也没有错呀。我知道我特别好看。对啊，谢谢送的元宝。谢谢送你的应援棒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几点？
4:30。不要讨论年龄问题了。现在我爸爸已经回去了，嗯，这大姐说要能做保护我，大姐，爸爸没有给我买礼物，我打算自己买手机，明后天有时间就要去。谢谢姻缘吧。这首歌是随机放的，我都不知道这首歌所有信息。你竟然觉得我暴露年纪，所以说这首歌是很老的一首歌吗？那暴露年纪的不是我吧？是买 XS， 感觉 Max 好大好大好大哟，现在已经可以在店面里面买了吧，所以我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再决定我是怎么想的。我也不喜欢太小的，我喜欢跟我的手掌差不多的那一种。是什么支撑着你不开声音光看画面？是我的美颜。一边看我一边吃饭，你拿我当了榨菜。我的手就是很大，所以我喜欢偏大的手机。拿我当酱黄瓜。好那个呀，有的人很辛苦，这个点如果还在上班的人应该都在加班吧。觉得你们呢，哎呀，太辛苦了。都别干了，辞职吧。我不辛苦，我特别辛苦了，我就去吃好吃的。辞职了，我不要。每个人要有每个人的人生，你要独立。哇，几百人等着你养活，那你是一个老板是吗？辞职了，我不能养你，但是我可以给你谋一条生路。以后那个啥，我开公司了，你可以过来给我打工。吃什么好吃，就是吃好吃的。你们不都叫我领导叫了很久了吗？我以后要是真成了领导的话，我就招你们做我的员工，然后我们这个设定就一直喊一辈子。到时候我肯定把咱们的食堂弄得特别好。
种地养活几百人。不会的，这个公司不会倒，我不会让它倒闭的。反正我是老板嘛，我可以招很多有能力的人当我的顾问，因为我知道丸子他的人们还算是人才济济。对对对，如果说有那种就是智能团一样，智囊团这样的军事一样的那个角色，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职位派给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他的人。对对对，然后我还要在他的人里面找很多有钱人入我的股，然后这个公司就不缺钱了，就可以运作。然后还要招很多宣传，可以招广告，以前做广告做宣传部的他的人，然后我通通挖过来当我的员工。然后都为我干活呢，我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，然后出去买各种奢侈品，到处旅游，一年365天上5天班。有一天还是因为开年会所以上班。然后呢，只要你们努力工作，我就会很有钱，就靠你们了。你们月薪呢，就看看着办呗。其实我就觉得到时候都自己提，就看你们好不好意思了。那觉得自己能力到那儿了，你可以就提高点。你说我是那个清华大学博士后，那好嘛，我可以一个月给你2000，对吧？你要是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，然后工作经验呢也就10来年，那我也只能给你1000块了。毕竟我们是讲交情的，我们不是看那么肤浅的东西，我们都是看交情的，对吧？毕竟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从做偶像的时候就开始跟我，我们这个交情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了。哦，没卡，现在我好了，现在你们好了吗？刚才我整个画面马赛克了。过命的交情给你2000，这就是我们之间就是我可能不是一个很大方的老板，但是我愿意和你，我愿意放下身价跟你相处，我们可以一起吃饭，我们可以在一个食堂吃饭，这多么的啊，这位老板多么的体恤员工啊，对吧？哎，别走啊，我们可以再谈啊。哎，别走啊，我们可以再谈，不行就2500，2500不能再高，2500是我的底线。美元没有这回事，我们是中国人，不讲究美元这种洋玩意。隔壁孔总啊，我跟你们讲，这孔总啊，公司不一定开不开起来嘞。你们早点决定哦，早点那个什么啦，早点有个铁饭碗，给你快快到我的公司来。啊，我给你们职位的，每个人都有职位的呀，真的是，你不要听别人开空口支票。至少我这里有保障的嘛，我那个。
是吗？保证我们公司一定可以火啊。就从来都是我们都是看交情的呀，谈钱都伤感情，谈钱伤感情的呀。那个到时候嘛，我们这个公司发展好了，那钱不会少的呀。先要努力干活，懂不啦？这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，你给我们公司努力干活，哦，我们公司发展的好，以后我们这个公司上了市，哦，你们才有好日子过。对的嘛，谈钱伤感情的嘛。加薪嘛，哥们，你就看自己的能力好了呀。那到时候能力高了，你自然工资就高啊。干不好嘛，你肯定要这个公司养你也是很不容易的，你肯定要还给公司一点。那个工资啊什么的，是你是每个月都是要，就是看你能力干。是干了多少活来给你发钱的？五险一金干嘛？你自己交啊！你这个事情还要公司帮你交啊？包吃包住嘛，到时候我给你们买一个房子宿舍，哦，你们可以住在一起，男男女女啊，还可以那个。相亲，对吧？哎呀，不要跟我谈钱，都是看能力的。对啊，你到时候，哎，你看我们公司多好，到时候你们结婚了，公司还要给你们包红包嘞。让你们迷很，我干嘛？口气大一点不得行。没有啦，以上呢纯属我自己个人的演技。我是一个非常演技非常好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也不是说怎么在说什么话啊，我也不是说借鉴什么，在这里澄清一下，大家不要误会，我只是一个非常那个有演技天分的人，然后我说的话呢也光靠脑补，因为我这人脑洞特别大，就是一个脑洞巨大的女子，对对对，你看我多好啊，又漂亮，脑洞又大，又有趣。现在想去吃饭了，外面天黑了，我想出去吃一口。我们再直播个4-5分钟，凑个半个小时，也算是我们有对付你们嘛。没有没有了。你们不是不愿意听我念书吗？但是我一直记着这个事儿呢，我总要录一个给大家念书的东西的。我没念书，最近的事儿没念书，没买手机，
没，还有什么？提醒我一下，没什么，没什么来着？我还答应过你什么了？没念书，没张先生，对，没张先生。生日公演这玩意儿我有点左右不了，你们去那个问公司吧，找一个啥时候公演，对吧？微博这个事儿，哦对，电影赏析，可是我觉得电影赏析就是，有点难。没有，我都记着呢，我心里都有，只不过呢，就没还没实践呢。哦，对，先才开的练习室，等那个洛洛有时间了再说，反正还没忘呢。我也不知道这是啥歌，我刚刚就觉得有点安静，安静的连呼吸声都听得见。关不掉还用出练习室啊？那我多简单啊！而且他们说要跳关不掉。是默默说想要跳关不掉，我就想说，这19个人不是19个人，就15个人，那天去了10几个人，一起扭我的慢摇，这个场面有一点奇妙啊。因为这个动作其实当初编的时候就想说，自由性大一点。然后竟然还用了我这版的动作，让我觉得很尴尬。本来我们想说，要不跳一个16人的寒夜，但是后来好像就又改成关不掉了。我不是很清楚这个过程，因为我把我们全屏蔽了。穿旗袍相当害羞的，这个旗袍呢，就是大家选的时候，我忘了我干啥了，我应该是自己在那玩，然后我没有听见，然后上去了，只剩这一款，还我穿的那一款，还有这一款同款的一件翠绿色，然后还有那种就是那种毡子那种料，就是毛料子，我想毛料子穿也有点太夸张了，然后我就选了这个。我也不能穿绿色，毕竟我穿绿色，怪怪应该说是不被我屏蔽的群很少。对，正好有一件红色嘛，然后我就穿的红色。我就没罚款，我有一句哪首歌需要罚款？哪首歌戳到你的点了？我第一场公演被罚3万块，不是因为那个酒杯呀、主要是我这个人怪。谢谢，可不咋的，不得劲儿呗。
为啥罚3万块啊？就是因为我的高难度动作完成的过于顺利。那动作他们都说你别把杯子打了，你听懂打了吗？就是摔了，而且我非但没摔，而且很顺利的把它做完了，就还可能冲击性有点大。也，device 出了什么问题？我刚才我这可能现在。我手机实在太差了，我连直播的时候都很容易。哎，一转眼就到了半个小时了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我要出去吃饭了。哇，戴梦又换了手机啊，牛。对于电子产品这种，我要求没有那么高啊。如果是说你们不觉得我这画质糊，其实我还是可以坚持的，好吧？那我去吃饭了。没有，他没换得很紧，只对比我来说，拜拜。3, 2, 1